弄错了相亲对象，他又突然把我拉走。你刚才跟那个人是没太谈好？不是啊，觉得我们俩不太合适。哦，那你把我叫这桌干嘛呀？夜晚，香槟，你和我，你觉得我们之间缺点什么？缺的太多了，就比方说，我现在缺一份工作，但是我已经面试了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我觉得我缺一个能够给我带来很多惊喜而不同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了？你刚才怎么不辞而别了呢？对，你刚才小哥，哎，你也来谈项目的？什么项目啊？不是你啥工作啊？我没有工作呀，但是我现在已经在面试了，马上就能成功了。哈、啊，原来小瘪三儿啊，出来混要有实力，要有背景，你啥都没有，你拿啥混呢？他对我很重要，这百万订单你来赔吗？起来。这么多难看，有几千啊？你起来，你坐下。我是啥意思啊？我本来以为是一段姻缘，没想到啊，你现在是为了签合同，这真让人恶心。不是，这家里安排的嘛，我喜欢是真喜欢，理解一下嘛。趁我没发火之前，赶紧走。不是，再有事咱回去说吧。那个，这是哪来的男朋友嘛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男朋友，不然你以为坐我对面的是谁啊？我知道我的世界都在你眼里，穿越夏日冬雪和你。